次翻过五千里的浪，还是带从前的城墙，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，曲成夕阳染在我身上。还是传说中的城邦，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，只等我来给他名状。黄种人来到地上，挺起新的胸膛。黄种人走在路上，天下自我不一样。越动荡越勇敢，世界变更要让我闯。这回就算那个小鱼儿能顺顺利利地取到火灵芝，那铁心兰也无福消受了。趁他方寸大乱，我就把那火灵芝据为己有，然后你就在江湖上散风出去，说小鱼儿跟花无缺争风吃醋，累死了铁心兰，让他们两个为江湖人所不齿。这小鱼儿想破坏我的大计，那是不可能了，我就可以顺顺利利地登上武林盟主的宝座。此计大妙，没想到江大侠算计人的本领比你的武功还要高上十倍呀！那江峰的儿子有下落了吗？还没有啊。放心，我比你还急呀，我还有50万两银子放在你那儿呢。外面有一女子自称是大夫，还说认识铁心兰。大夫女子，在江湖上敢称大夫的女子只有苏卢氏一人而已，她医得了别人却医不了自己。据我书中记载，她误服了一种奇毒，每天必须昏睡11个时辰，只有1个时辰是清醒的。不会是她来了吧？苏卢氏正是家母。姑娘是？我是苏英。哦，跟铁姑娘有过一面之缘，听说她受了重伤，江大侠又重金礼聘名医为她疗伤，所以特意赶来看看可否尽点绵力。令堂大人没有一同前来？还睡着呢？没有。铁姑娘在哪里啊？铁姑娘刚刚被10位名医分别诊治，现在已经非常疲劳了，苏姑娘最好不要马上见她，让她休息半个时辰就可以了。也好，那苏姑娘先坐一会儿，稍微歇息片刻，回头我带你入房见她。上茶。无缺，你在哪儿啊？无缺，我好冷，我好冷啊，无缺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可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而我却一无所有？你为什么可以住这么好看的房子，还有一个武林盟主的爹？花无缺那么爱你，小玉儿又疼你，而我却连一个关心自己的人都没有。
我想要的一切全都要靠计谋去争取。你留在这里惹出了这么多的麻烦，害得我爹他胡乱地把我许配出去。吴军，他为什么喜欢的是你而不是我？如果没有你在的话，我的日子一定会好过很多。铁心兰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但是如果你活着的话，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。我是一定会跟吴缺在一起的，你放心，我会对他很好，他也会对我很好。你在干什么？啊，爹，我在帮心兰姐姐祈福，我祈求小鱼儿快点找到火灵芝。好，大夫来了。这位姐姐是大夫。铁姑娘伤得很严重，用苏英的医术给她治，需要给她宽衣。诸位，请回避。那当然，出去吧，燕儿。铁姑娘，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到我说话。你这一次比上次小鱼儿伤得更严重，所以我还是要用金针把你的经脉都接起来。得罪了。你在看什么？监视苏英啊。你对我撒谎我可以忍受，但当我是个白痴我可不接受啊。笑什么笑？再看嘛，多看看有好处。这蓝色怎么弄不掉呢？铁心兰，你已经有三条经脉被我接起来了，可是如果在七天之内再无灵药救你的话，我也想不出别的方法来了。以毒攻毒的法子，你的身体太虚弱，我怕你承受不了。苏，别说话，你现在很危险。这个簪子是你的吗？可能刚才有人想用这个簪子杀死你。你认识那个叫江燕的女孩吗？你跟她有仇吗？有时候比别人更美丽更幸福已经足够令人想杀死你。我吴缺，吴缺，吴缺肯定是一个可爱的男人，他是你的爱人吗？如果你想再见到他，你一定要听我的话。我现在把你身上的金针全部截去一半，一半留在体内，然后带你离开这儿。这儿的人个个都是伪君子，人心难测，谁知道他们会对你怎么样。
跟我走好吗？98865，98866，98867，98000。嗨，吓得我忘了数到哪儿了。干嘛呢？我在数这树上有多少虫子。哎，四小姐呢？她在睡觉，干嘛？睡觉就有机会了。哇，你别这样，我不会趁人之危的。我是说我们有机会啦。有什么机会？煮早餐呢？煮早餐干嘛鬼鬼祟祟的？哎呀，你就不要多问了，把稀饭赶紧去煮好，我去去就来。这一家上上下下110人，哎呀，如果要我养，吃稀饭都把我吃穷了。真香啊，啊，又香又好看，来一碗先给自己喝。先放点盐，盐盐盐。二娘，你干嘛？巴豆粉，巴豆粉、啊。你老了是不是？用巴豆粉？现在是做大事的时候，当然用这个。有什么好处？它不只能止咳化痰，烟酒过多，睡眠不足，喉咙痛，声音沙哑，一瓶全搞定。没有头疼脑热，吃它。想别人头疼脑热，吃它。打麻将想赢钱，就给他吃；债主不想还钱，给他吃。三步迷魂散，居家旅行金银如月，必备良药。吃了三步迷魂散，你只要走了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你就是个大侠，也会晕倒。喝了，这个好稠啊，调理一下肠胃。这稀饭不干净啊。好干净的，这是我另外盛的两碗留给自己享用。那里面我下了东西了。你下的是那里面吗？这里面下的是三步迷魂散呢。这里面呢？巴豆粉。小喇叭，嘿、hey ，你早饭做好了没有？四小姐都饿了。哎呀，他们吃了我们的药以后，不到半炷香的功夫，他们就会昏倒的。我们约好，一炷香以后，我们就在这儿碰头。呀，你好了没有啊？呀！二娘，巴豆粉怎么那么厉害啊？谁让你不问我什么东西都吃的？又不行了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机会难得，你忍忍嘛，快点好不好？拿着。站住！上哪儿去啊？拿去给大家吃嘛。不用了，先拿给我吃。好吧。哎，吃饭了啊。啊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又是稀饭。对呀。老规矩吧。什么老规矩啊？你是新来的吧？是啊，二少爷。老规矩就是每一顿上来的饭菜，你们下人得先试吃。这我可不敢。你没听说过试菜吗？皇帝每一次吃饭的时候都是太监先试的，证实没有毒他才吃的。我们祖上两辈人都曾被人下毒谋害过，所以定下这规矩，以后所有上来的饭菜都得你们先试吃。这又不是在宫里，我看就算了吧。啊，哎，我们大姐就是皇妃，这里就跟宫里一样。吃。你推推搪搪，莫非你心里有鬼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吃啊。哎，我的呢？是一样的。哎，不一样啊。吃。吞下去，张开嘴看看。Mm-hmm.
也没死，是吧？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我怎么看你的样子就没胃口了？来，把这两碗都给我喝下去。四小姐，吃早点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哇，你跳得那么高，你不怕呀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每天练功都是这样的。好了，快点下来吃早餐吧。那好吧。哇，吃早餐。没毒，小姐，吃吧。你都叫我小姐了，那我自然是娇生惯养的。我做事情可是要人家哄着的。吃东西要哄？那当然了。怎么哄啊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答对了我就喝，我答对了你就喝，然后你再问我一个问题，如果我答对了你就喝，你答对了我就喝。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？因为我是小姐嘛。我知道。因为我是小姐。我知道啊。我都答对了，为什么你还不喝啊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刚刚。哎呀，我问你啊，是青蟹跑得快还是红蟹跑得快？青蟹。为什么？因为红蟹已经煮熟了。哎呀，为什么总是先看到闪电才听到打雷呢？因为光速比声速快。错，因为眼睛长在前面，耳朵长在后面啊。哎呀，一只公鸡，一只母鸡，猜三个字。两只鸡。哎呀，驼背的人是怎么睡觉的？放下驼背睡觉。错，是闭着眼睛睡觉的。哎呦，木棍打头痛还是铁锤打头痛啊？两个都不痛，头最痛了。哎呦，黑鸡厉害还是白鸡厉害？白鸡。错。为什么？因为黑鸡可以生白蛋，白鸡不可以生黑蛋。哎呦，正经点，正经点，正经点啊！我问你啊，一对情侣要自杀啊？自杀之前花光了所有的钱，只留下买一瓶毒药的钱，买回来后才发现原来那瓶毒药是不够两个人吃的，一个人要全部吃下才能死，但两个都死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打开瓶盖发现有赠品，再换一瓶回来吃啊。哈哈，我输了，你还喝什么？是啊，怎么办？那你喝。都没有了，喝什么喝呀？这个游戏玩完了，你走吧。哦，不行，一走三步就完蛋了。你跳什么跳啊？输得蹦蹦跳啊。哎呀，你怎么也跳得出来？你怎么也跳得出来了？一言难尽啊，快点去找姐姐。那个四小姐她吃了没有？一口都没吃，全都是我吃的。那两个事儿呢？那两个混蛋也没吃，全被我吃光了。二娘，见到你这么久，我才发现你的鼻子是歪的。我认识你这么久，我怎么也没发现你这个眼睛是斜的。我们走了几步？这条街都有了。这小喇叭想你很久。这小妞兜兜转转还是到了我的手上，待会儿生米煮成熟饭，她以后什么都得听我的。呀，有性格啊，爽啊。呀呀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我的胸啊。幸亏在没有被你冲破最后防线之前我就醒了，不然这一切不都全完蛋了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你不认识吗？慕容饭桶啊。你不是死了吗？你中了我爹的狂龙掌啊。你老爹的傻龙掌锤锤牛还行，打我。救命啊。讲啊。救命啊。哎呦，讲啊。救命啊。讲啊。
你要讲什么？我百忙之中抽空出来看你，你不知道说谢谢啊？谢谢啊！啊，讲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讲火灵芝放在哪里？这还在我爷爷的墓室里，还放在墓室里，不怕我来偷啊？我爹说实则虚，虚则实。再说机关已经改了，你肯定找不到了。改了什么？不要打我！我就这个鼻子长得还好看点，让我看一下。说改成了什么？我也不太知道。我爹就是说颠倒阴阳。什么颠倒阴阳？是不是把机关倒过来装？上变成下，下变成上，左变成右，右变成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别打我！我不是打你，只是想跟你脸对脸，嘴对嘴，弹弹琴，跳跳舞啊。不会吧？你不喜欢我了吗？可我现在不敢了，大哥。看着我的眼睛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看着我的眼睛。你觉得很困，很困，很想睡觉。我讲什么你都听，我讲什么你都照做。以后，你每天吃20碗饭。去20趟茅厕，一吃就去，不吃也去。今晚发生的事情，睡醒之后完全忘记。睡。还好导弹大师的秘籍中有西洋催眠术，不然就穿帮了。你已经穿帮了。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刚才。不是啊，四小姐，你看到的不完全是事实的全部。四小姐，你听我讲吧。讲啊。看着我的眼，看着我的眼，看着我的眼。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现在觉得很困，很困，很困。你现在觉得很困，很困，很困，很困。好，那从现在开始，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。好。你是不是男人？是。那小喇叭是你的假名吗？姓是真的，喇叭是假的。我姓小是真的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小鱼儿。小鱼儿。是。那么奇怪的名字，你混入我慕容家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有两个目的。那先讲第二个。找小仙女。第一个呢？找小仙女。怎么两个目的都是找小仙女啊？各个目的都是找小仙女啊，因为小仙女在镇上救过我，她带着我飞，我对她一见钟情。那到底谁是小仙女啊？小仙女就是慕容家的四小姐慕容仙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甘心情愿，永远为奴为婢。小仙女有什么好啊？什么都好。她漂亮吗？非常漂亮。她哪里漂亮？他的眼睛很有感情，他的鼻子像会说话，他的耳朵很小巧，他的嘴……哎，停！你是不是很喜欢他？很喜欢。喜欢到什么程度？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至少你的追忆有过我，只要我……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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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唱什么我也听不懂，你是坏人还是好人？不知道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啊？好事我做过很多，坏事我也做了不少，所以不知道。那你做了些什么坏事啊？我前天踩死了一只蟋蟀。然后呢？昨天我的鸡要啄我，我拔光了它的毛。这些都只是无关紧要的小事，你这辈子做的最坏最坏最坏的事是什么事啊？我骗过小孩子。怎么骗的？那个小孩说肚子饿，想吃奶，但他妈妈又不在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扮成了他妈妈。那那个小孩后来怎么样了？饱的都打嗝了。好了，我现在要问你一件最严肃的事情。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炷香的时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娶小仙女为妻。那如果小仙女的生命只剩下一炷香的时间呢？
我还是一样要娶小仙女为妻。可是你们只能做一炷香的夫妻啊。已经够了。四小姐。你知不知道刚才你被我反催眠了？不知道。你已经把自己男扮女装的事情全部说出来了。那么那么我知道了，慕容府是不可以有男婢的，对吧？我知道了，我走了。你的女装太奇怪了，我看了不顺眼，叫他们给你一套家庭装，你还是回复原来的样子吧。你的意思是？我会跟我的哥哥说，小喇叭回家了，他的表哥小小鸟过来代替他。你怎么还不去啊？多谢小姐。这么容易被你反催眠，我还是小鱼儿吗？嗨，我被你吓死了，你不是晕倒了吗？干嘛？被人占便宜了？那为什么不开心？我晕倒了半个时辰，又假装晕倒了半个时辰，那帮臭男人在我身边走来走去的，居然没有一个想占我便宜的。那么你真是要检讨一下你的尊容了。 我是要检讨。哎，不过你先看看你自己这副尊容啊。没问题啊，我马上就不是这副尊容了。我这身家丁装打扮行不行啊？喂，你变回男装真的没问题啊？四小姐同意的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小小鸟，四小姐，哎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谁啊？他呀。谁呀？他呀。谁呀？你不要吓我啊！哎呀，你再别吓我呢！你别吓我！别吓我！你不要吓我！你不要吓我！哎呀，跟你闹着玩的。小小鸟，快去帮忙啊！夫人送给四小姐的夜明珠不见了，所有的下人都在帮忙找，要是找不到，我们大家都要吃鞭子的。是，快去、知道了。快点找，找不到不许吃饭。哎呀，别找了，这夜我找过了。小姐，小小鸟有个问题要问你。一点没有。你问吧。请问，小姐最后一次戴夜明珠是什么时候？三天前。这三天，小姐到过什么地方？整个房间还有院子，其他地方我很少去。哦，我还去过后山。哦，我们应该分三个阶段去找，首先找房间。可是房间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床被子都找过了，肯定没有的。哎，那么大家千万不要动。为什么呢？哎，因为夜明珠有可能在这附近任何一个地方，人多脚杂，踏碎了就麻烦了。对，大家都不要动。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啊！小姐，不动怎么找啊？对啊，怎么找啊？是，小姐，夜明珠之所以名为夜明珠，在晚上，因为它会在黑暗中发出淡淡的夜光。你看这灯光火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大家千万不要动，外面的人听着。小姐，您吩咐，把整个院子的灯熄灭。是，快点。你们都给我小心点，仔细找一找，大家都用心找，不许说话了，安静。你要仔细找，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。小仙女笑也这么可爱，不笑也这么可爱，不见了东西还这么可爱。哎呀，赛西施过貂蝉，美丽可爱。我小鱼儿发誓要打破癞蛤蟆不能吃天鹅肉的宿命。喂，你们把整个慕容府弄得黑漆漆的，搞什么鬼啊？你没有看到我在让小小鸟帮我找东西吗？谁是小小鸟啊？就是他呀，他是小喇叭的表哥，小喇叭不干了，找他来顶替的。哦，小小鸟，是表哥。是。你是哪儿的人呀？云南。那小喇叭呢？云北。有云北吗？有南当然有北了。说句云南话给我听听。你好，怎么说？勒不生黑，勒不生黑，勒不生黑黑，好久不见我黑。这么长啊？那你说句云北话听听。你就说，一马平川，二鬼拍门，三星高照，四季发财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上八下，八仙过海，九九归一，十分有趣。说，不了，那说完了。不了，我说两次了。
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说，云南最珍贵的是什么？企鹅。云南有企鹅吗？没有才珍贵呀、啊。嘿，你哎呀，别吵了！现在说什么企鹅？快找夜明珠。哎，对，大家继续找。哎，大家别动。为什么？小姐，夜明珠只会发出淡淡的光芒。你屋子那么大，就算把灯熄了，如果是在很隐秘的角落里，又怎么能看得到呢？那怎么办啊？你需要一种工具，这个千年黑水晶磨成的夜视镜。戴上此镜，纵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，如同白昼，能在黑暗之中行走自如，非常神奇。碰上发光的夜明珠，明珠光芒更会被放大1000倍以上，到时夜明珠便无所遁形了。真的吗？不信，我让你试一试。来，我们一人一片试一下。真的好神奇啊！喂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看看你大腿和小腿之间的比例是不是刚刚好，看看这毛与毛之间的间隙是不是恰到好处。下流啊你！小姐，通过夜视镜的帮助，我们在这儿还没找到夜明珠。那我们应该先去后山吧。我们该怎么办？夜视镜只有一副，只有我跟小姐去了。两位少爷早点休息。小姐，小喇叭，哎，没反应，看来真的是小小鸟啊。真是娇生惯养，就走几步山路还这么慢。哎哎哎！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干嘛？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小姐，镇定！小姐，镇定！小姐，镇定！小姐，说什么事？你干嘛抓住我的手啊？你要摔跤了，我扶你啊！我哪摔跤了？我摔哪了？摔哪了？摔哪了？你知不知道我这可是千金小姐的手啊？是你可以随便扶的吗？哦，对不起，下次你摔死了我都不扶你。嗯。让我扶你，那我只能做你的人肉护垫了。你有事没有啊？你怎么这么傻呢？更傻的都有啊！如果我在二楼喝茶，看见你在大街上跌倒，我会从二楼飞下去护着你啊！油腔滑调，走吧。嗯。啊！哎，没事吧？小姐，怎么可以扶我？什么不可以呀、啊？你是千金之手，怎么可以扶我呢？你都救我两次了，我才救你一次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走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好吧。啊！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那走吧。哎，没事吧？嗯。哎，骨质疏松了，烦死了。走走哇！这么大个坑，好机会啊，还不假装摔下去，我们双双跌进这个爱情坑，孤男寡女在一个坑。嗯，小姐，哇，小姐怎么还不来扶我？要玩！哎呀，不要不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
有没有丝巾？有啊，干什么？先拿过来。这可是进贡的丝巾，很名贵的。没问题。你在干什么呢？萤火虫灯笼。哇，好漂亮啊！送给你。为什么要送给我？既然小仙女那么喜欢萤火虫，我就为你把美好的事物留住啊。可是你把他们关在这里，他们会不会很惨啊？是幸福才对吧？可以被小姐你拿在手上欣赏，我都恨不得变成萤火虫钻进这个袋子里了。想不到你这个人还蛮细心的嘛。是啊，谁像你啊，老是喊打喊杀的，凶得要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漂亮。不是，你刚才说了一长串，说什么呢？我说你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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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停！今天晚上要是找不到夜明珠，你就别想回家。别动！为什么？低一点，再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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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起来，转过头去。小姐，恭喜你！哇！我的夜明珠就在那里！哇哇！我的夜明珠终于找到了！哇，终于找到你了！恭喜小姐，贺喜小姐，恭喜小姐，贺喜小姐，恭喜小姐，贺喜小姐！你干嘛抱住我？你自己跳上来的。放手啊！哦。啊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很喜欢月亮啊？那你想不想触摸一下月光啊？你骗人，我又没有长翅膀，怎么能飞上去呢？如果你想，你就用力地点一下头，我就带你去摸月亮。嗯，小心啊！啊。你知道什么叫做先苦后甜吗？太容易得到，你不会珍惜的。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去珍惜的？抬头看一下。哇，好大的月亮啊！哦，哦，好冷啊，好圆啊。再加点幻想，来感觉一下，是不是很冷啊？对啊。是不是很圆呢？对啊。很好玩吧？是。我到你那边试试，看是不是一样。月亮就只有一个，当然每个角度都是一样的了。当然不是了，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感觉的。哦，这边真的是暖很多呀。的是我的手。哎，我知道啊，我想看看是你的手暖还是月亮比较暖呢。我知道了，你暖一点。哎，是月亮离我们近呢还是星星离我们近啊？当然是月亮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一年能不能去一次京城呢？月亮我每晚都能看得到，你说哪个近？那你会不会跟月亮聊天呢？会啊。你们都聊些什么呀？问我到底是谁？你怎么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啊？我想见见我爹娘是什么样子，我想知道我有没有兄弟。那这么说，你是孤儿？不对啊，你比孤儿还要惨啊。
你干嘛呀？我在向月亮祈祷，让你赶快找到你的父母。小姐，我是你的下人呢，你怎么这？在慕容府你是下人，可是在山顶摸月光的时候，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。谢谢。叫我？叫你什么？就是你上次被我反催眠的时候唱的那首歌呀。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至少你的追忆。看不出你平常嘻嘻哈哈的，原来还挺有头脑的。当然。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？那一个爹跟一个娘带着一个小孩子去吃饭，一坐下伙计就问他们要喝什么茶，爹说香片，娘说普洱，一个说要香片，一个说要普洱，就因为香片跟普洱他们大吵了一架，整顿饭都板着张脸。突然间那个小孩子就扑过去抱住他娘，跟他娘面对面亲了他娘两下，然后对他说，全都给我爹吧，娘照做了。就这样亲了他爹两下，于是乎气氛又变得开心了。那又怎么样啊？就这样了。这又怎么样啊？就这样了。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为什么。一个人想得到爱，必须先付出爱。只有付出更多的爱，才能得到更多人的爱啊。那你现在是不是在付出爱呢？哎呀。那你在付出爱的时候会想得到谁的爱呢？哎呀，你怎么不饶人的？我在你心中是不是十全十美的？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，不过你在我的心目中都已经是十全八美了。那另外两个美呢？你只不过缺内在美跟外在美而已啊。那还有什么美呀？小仙女，小姐，没事吧，小姐？啊，你怎么了，小姐？啊！陪着你走过五彩斑斓的世界，不代表我就拥有过你的一切。谢谢你的告别，可以带给我这么多感觉，也是因为我的天资不够，体会不到你对我的体贴。但是可能你对我并没有那么了解，失去的青春就像我们曾经留给对方的伤痕，两个人无话不说，再到最后陌生，我想我都可以去忍。路上的灯看着我们冒着雨在情节里飞奔，希望有个人能明白我的眼泪和我的后半生。原来我一开始就陷得那么深。